是什么人？把现场做成车祸，手脚干净一点。路全都被封死了，没有可以逃脱的办法了。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亲王殿下，请放心，已经联系过了。那个人不过是一个剑锋使舵的小角色，一听说增加酬金，立刻就答应了。只不过，亲王殿下，即便不使用这种方式，卑职也可以为亲王殿下赢下这次决斗。为什么要对付把无知作为勇气的初生牛犊？重要的不是击败他。 而是教会他敬畏。哼，希泽尔既然自认为羽翼丰满，可以利用熔炉决斗向我发起挑战，我便就再给他上最后一课。不切实际的勇气，只是一种愚蠢罢了。让两位在这个时间过来是什么原因？想必两位都清楚。 猝不及防，以车场的存亡为赌注开启决斗，还真符合希泽尔大人一向的风格。嗯，对我们这些做情报工作的下属没有一点同理心。不过，这场决斗的确很有意思，我喜欢这种刺激的行动。希泽尔大人突然发起决斗，应该是想打亲王殿下一个措手不及，好出奇制胜吧。 这种胆识不愧是特洛伊车场的车神大人。无关紧要的话先放一放。先来说说我们的对手吧。丽娜，你在车行探查的情况怎么样了？通过车行的试跑记录来看，亲王殿下的骑士在试跑赛车极限情况时所展现的能力，最高处于车场精英车手的水准。这与此前熔炉决斗中亲王麾下骑士在赛场上的表现数据并不相同。 另外，经过观察，亲王麾下骑士比起速度爆发型赛车更喜欢耐撞稳健的类型。嗯，这倒是与我情报中新收集到的信息有耦合之处。维利尔麾下骑士在熔炉决斗场中战无不胜，为维利尔赢得了无数荣誉。但是他们的骑士往往在关键赛点才扭转态势。通过仪器检测，在这些时刻。 骑士们的 QSB 的同调率会发生明显的波动，所以恐怕维利尔亲王还有些其他的手段。你的意思是说，他们在赛场上能凭一些特殊手段，发挥出远超自己平日水准的实力？这是怎么做到的？猜测而已，具体的情况并不明晰。德莱纳，说说情报系统最近的收获吧。 你掌管的情报中心调查了这么久维利尔的骑士信息，现在是检验你们情报进展的时候了。根据近期探听到的维利尔麾下骑士训练情况以及最新动向，我们初步拟定了一份维利尔亲王的骑士上场名单。而维利尔这个人善于筹谋，行事谨慎的同时，还喜欢给对手致命打击，所以。 他一定会希望在这场五V5的熔炉决斗中速战速决。我们对此辅以认证，进行了信息探查。现在可以初步确认，明天的第一场一定会是维利尔亲王的压轴骑士斯本塔亲自登场，而第二个上场的应该是维利尔除却斯本塔之外的王牌骑士蓝道。德莱娜，这份名单。 你有多大的把握？事关特洛伊车场，我们必须要谨慎对待。这份名单随时可能随着情况的发展而变化，但是目前为止，我有八成的把握。哼，看来你已经有计划了。这场五局三胜的对决中，我们只需要以战略性的失败换取整体的胜利即可。所以第一场，我去对战斯本塔。 你，熔炉决斗中，斯本塔对战的所有对手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德莱娜，你疯了吗？居然要亲自上场？我毕竟是特洛伊的首席情报官，可别小看了我。更何况我的目标
并不是胜利，而是斯本塔身上的其他信息。斯本塔身上的情报恐怕不是那么好套取的，我接近了他很多次，统统失败了。你是在质疑我的情报能力吗？我出手就没有获得不了的情报。不过你最好还是祈祷我可以成功，因为这关系到你第二场对战的结果。我见识过蓝道的实力，我对战蓝道的胜率应该有八成以上的把握。但是如果蓝道也使用了一些其他的手段呢？只有我在第一场对局中探明情况，才能保证你有八成以上的胜利希望。如果你的行动失败，如果德莱纳失败，丽娜，凭借你的技术也仍旧可以战胜蓝道。你是特洛伊车厂站在最高峰的赛车手，不要辜负车厂的培养。既然车神大人这么信任我，那我一定努力不辜负车神大人的期望。明天一共只有这两场决斗，一胜一负就算是特洛伊给亲王殿下的见面礼。就由你们代我为维利尔献上这份见面礼。可是车神大人，目前可以出战的人员中，我作为压阵的车手，比赛之初就上场，后面的比赛该怎么办？不必担心，我自有计划。好了，你们准备一下和我一起去赛场吧，我期待你们的好消息。没问题，接下来的比赛包你满意。听从车神安排。这么看着我做什么？我在舞会上探查爸爸的消息的时候，维利尔的相关情况就是他们告诉我的。你现在竟然堂而皇之地向我展示他们是你的人。针对你的兰恩，告诉我消息的德莱纳和列娜，所有我在舞会上遇到的人，统统都是你安排好的。希泽尔，你是故意误导我，让我误认为维利尔权势滔天，只能选择和你合作，对不对？不错，这一切是我安排的，但我也仅仅是帮你快速认清现实，避免无谓的浪费时间。不管有没有我的引导，我都是你唯一可以信赖的合作伙伴，事实如此，无可厚非。这都是你强词夺理的说辞，希泽尔。查理的线索如今就摆在你面前，你难道想弃之不顾？你有了我爸爸的最新线索。在分享情报之前，还是要重新给你介绍一下刚刚你见到的两位。德莱纳，特洛伊车厂情报系统的首席情报官，列娜，特洛伊车厂的销售负责人，同时也是特洛伊车厂最优秀的赛车手之一。他们是什么身份？和我爸爸的线索有什么关系？我曾在特洛伊车厂内拦截过发往行宫的三次加密通讯，对方做得很隐秘，经过几十次对比，最后我也只是把通讯嫌疑人落在了这两个人之间。我之前同你说过，我身边有维利尔亲王的眼线，这两个人之中有一个人便是那名内鬼。你的意思是，只要找出这名内鬼，就可以了解到更多维利尔的信息，甚至于借此削弱维利尔，揪出他背后的势力，到那时自然也可以知道和查理相关的一切。根据我现在掌握到的线索，维利尔亲王身后的人很有可能是伊甸乐园，如果能证实这一点，就可以确认维利尔在用龙晶帮助伊甸进行实验。这样爸爸在龙晶湖被维利尔下令追杀的原因也就水落石出，剩下的关于爸爸的下落和其他事宜，只要顺着维利尔和伊甸顺藤摸瓜，总能找到线索。这样一想，希泽尔说的不错，这个线人的确成为了我爸爸的下落的关键突破点。你可不会好心的平白告诉我这样一个消息，你又想让我做什么？很简单，请行政官帮我抓出这个内鬼。你会留这个内鬼到今天，可见找出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你都做不到的事，我又怎么能轻易做到？特洛伊车神未免太高看我了。找出这个内鬼并不难，只是缺少一个时机而已。现在熔炉决斗就是这个最好的时机。刚刚的计划你已经听到了，这个计划存在两个可能。如果德莱纳的情报准确，那么这个计划会消耗掉维利尔的两名最强骑士，对维利尔造成威胁。那么内鬼必然要有所行动，避免这一切。如果德莱纳的情报出现失误，那么身为情报负责人的德莱纳，他本身的嫌疑就会再翻上一番。这就是希泽尔在怀疑德莱纳的情况下却仍然选择使用德莱纳的计划的原因吗？刚刚定下的计划是希泽尔为内鬼布下的迷局。希泽尔怀疑德莱纳，却选择使用德莱纳的方案并让德莱纳出场。他怀疑列娜，却让列娜参与第一天的重要比赛。希泽尔是想用第一天的两场比赛试探列娜和德莱纳，找出内鬼。这样说来，希泽尔或许根本就不在意第一天两场比赛的输赢，第一天的两场比赛都是他找出内鬼的牺牲品。希泽尔身边的得力助手中混入了内鬼，所以他不相信任何人，却用爸爸的信息牵引我帮助他找出内鬼，对抗维利尔亲王和他身后可能存在的伊甸乐园。希泽尔这个人似乎对局势的种种发展都有所预料，同时将计就计操控着身边的所有人，就像是大家都是他的提线木偶一样。面对希泽尔这样的人，一次妥协就会一直让自己处于被动，我得想办法扭转局面才行。我的确很想知道爸爸的下落，但我并不是只能和你合作才有办法。我已经知道了内鬼的相关情报，完全可以自己着手调查。虽然你有着女王行政官的头衔，但很可惜，一旦失去我的帮助，维利尔会立刻找名义禁止你的一切行动。这的确是维利尔会做得出来的事，我现在的确需要依仗希泽尔的势力，但是希泽尔这个人心怀鬼胎，他很有可能在我查到内鬼后再次对我隐瞒信息，引诱我继续帮他做事。先假意答应他合作，在调查内鬼的过程中随机应变吧。要不要继续和我合作，我把选择权重新交给你，你自己来决定。我可以帮助你，但是你需要把内鬼暴露的信息全然告知，不能有任何保留，否则我便不会再帮你做任何事，你也别想再利用我掣肘维利尔和他背后的势力。成交，那就预祝我们合作愉快。为了庆祝合作达成，我再额外附加一条信息，这两个人之中，我认为德莱纳的嫌疑更大。你为什么刚刚不说？担心影响你的判断罢了，毕竟你那么聪明，一定能找到有价值的线索，我又何必来添乱。你认为德莱纳嫌疑更大的证据是什么？因为他是情报官，我获得的所有情报信息，但凡有他没收集到的，
他都有被怀疑的理由。荒谬的理由，但是我现在掌握的信息太少，就算明知道希泽尔在说鬼话，也找不到其中的疑点，还是要尽量多掌握一些信息，才能摆脱被希泽尔控制的处境。好，我会在熔炉决斗上帮你找出内鬼。明智的选择。对了，明天库洛迪卡也会出席熔炉决斗，如果他问起，照旧不要暴露你的行动。我知道了。希泽尔，我爸爸曾经说过一句话，隐瞒和算计往往会伤害到最信任自己的人，现在我把这句话也送给你。信任我的人，哼，他已经看透了你虚伪的面具，他恐怕不会再轻易相信你了，希泽尔。相信？相信只是一种泡沫一样容易破碎的纽带，人和人之间最稳固的关系是价值的提供，我想你应该也明白这一点。伊甸一定会跟着维利尔出席熔炉决斗，你却在这么危险的场合让这样一个小姑娘以追查内鬼的名义乱跑，这就是你的计划？小橘子已经引起了伊甸的兴趣，但他们被维利尔限制，恐怕不会贸然行动，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个诱饵亲手推到他们面前。我们的合作很快要迎来曙光了，替我盯住他，月。希望这次是我们的最后一次合作，希泽尔。受瞩目的亲王殿下和特洛伊车厂之间的熔炉决斗将于30分钟后开始，让我们欢迎女王陛下、亲王殿下以及特洛伊车神于观礼台上落座，随后选手们也即将进入后场区。希泽尔今天同德莱纳和列娜一起到达的备赛区，他们一直没有机会和外界联系，片刻后选手们将进入备赛区等待比赛开启，如果要通消息的话，就只有在备赛区的时间了。找机会去那里看看。女王陛下驾到。女王贵安。小橘子，你没事吧？看你心事重重的样子，是不是哥哥他让你去做了什么危险的事？只是一些力所能及的事罢了，不用担心，库洛迪卡。抱歉，小橘子，把你牵涉到漩涡之中并非我的本意。等这些事情结束，我一定隆重设宴，对近日发生的一切郑重向你表达歉意。不用麻烦了，等这一切结束，我就会离开特洛伊城区了。小橘子，虽然我这样说可能会让你觉得很可笑，但是你是我为数不多的朋友，我一定会尽量不让你陷入危险。库洛迪卡。维利尔殿下驾到。女王陛下的脸色看起来不太好，莫不是受了风寒？不如先行返回行宫闭门休养吧。多谢维利尔舅舅关心，但是今日的决斗是舅舅和车神之间的切磋，象征着流火最顶级的赛车较量，我又如何能缺席？流火最顶级的赛车较量还差得远。我难得同意亲王殿下的看法，以亲王殿下骑士的训练水准，若说是顶级车手的较量，传出去难免贻笑大方。希泽尔，这么多年过去，你还是和你母亲家族那些人一样，都沉不住气。
你和他家族的人一样，都沉不住气。这么多年过去，你也还和当年一样，喜欢高高在上的评判他人命运。看在我曾经也当过你的老师的份上，我今天就再给你上一课。希泽尔，你的骨子里流着肮脏的血，所以你也永远不会得到他人的忠诚与臣。知道了希泽尔身边有着维利尔的眼线后，再听维利尔的这句话，当真是意有所指。忠诚臣服，也只有你才会相信这些虚无缥缈的感情。维利尔殿下，我只相信我看得到的东西。距离比赛开始还有15分钟，请观礼台的各位落座，也请选手进入备赛区准备。维利尔舅舅，皇兄，时候差不多了，大家移步观礼台吧。好，我们的选手已经进入后场区，10分钟后比赛也即将开始，下面请女王陛下为本场熔炉决斗致辞。趁着现在大家的注意力都在女王身上，我先去选手备赛区看看情况吧。啊，那个偷偷溜出备赛区的人是德莱娜。马上就要比赛了，德莱娜这个时候溜出去做什么？我得跟上去看看。刚刚德莱娜应该是往这个方向走了，怎么一眨眼的功夫连她的人影都看不到了？我还以为等到了想要等的人，没想到来的是你，真让人扫兴。你的跟踪水平实在是有些拙劣了，女王行政官。哼，跟踪？我身为女王御风的熔炉行政官，只不过听见这边有声音例行巡查而已。倒是你，德莱娜选手，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你孤身一人来到这里，是想等谁？你说谎的水准和你的跟踪水平一样拙劣，不过嘛，唬人的气势倒还有点样子。不愧是希泽尔的首席情报官，轻易就能看穿我在虚张声势，现在他一定已经对我起了疑心，这下麻烦了。行政官除去车神查理的女儿这个身份外，不过也是一个普通的车手。你说希泽尔大人到底看中了你哪一点，愿意把这么多重要的任务都交给你？你调查了我的身份？作为特洛伊的首席情报官，这是我的分内之事。不必紧张，我不会对你怎么样的。你既然是希泽尔大人看中的人，哪怕我对你再不满，也不会随便动手。
所以你孤身来到这里，是想做什么？都到了这个时间，想来也不会有消息了。白忙一场，看来等下的比赛恐怕有新的变故了。行政官，与其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不如把心思都放在别人身上。他这是在暗示我，列娜有问题。言尽于此，剩下的行政官自己多多努力吧。你既然怀疑列娜，为什么你不自己亲自去告诉希泽尔？猜忌和怀疑是这个世界上最难洗刷干净的东西，我可不愿意做那些费力不讨好的事。他向希泽尔隐瞒了信息，却口口声声暗示自己的忠诚。他调查了我的信息，却又不完全说破。这位特洛伊的情报官真让人捉摸不透。希泽尔认为德莱纳的嫌疑更大，德莱纳却暗示我列娜才是我要找的内鬼。内鬼一事事关爸爸的线索，我一定要谨慎处理。这两个人的话都不能信任，我还是要靠自己来判断。先去看看列娜的情况吧。行政官大人，舞会上匆匆一别，没想到您居然是陛下新任命的行政官大人，能在这里再见到您实在是不胜荣幸。还是一如既往的热情啊。行政官大人这个时候来备赛区，是不是女王陛下有什么指示？只是赛前例行巡查而已，不必紧张。我第一场的对战选手是特洛伊车厂德莱纳对战亲王骑士高文。德莱纳的对手居然不是斯本塔，德莱纳的情报出现了失误，难道德莱纳真的是那个内鬼？德莱纳的对手竟然不是斯本塔，高文，还好是他。怎么听到德莱纳的对手是骑士高文，你好像突然松了一口气的样子。行政官大人，你有所不知，高文这个人的实力在亲王殿下的骑士团中并不算强，所以德莱纳应该还有可以获胜的机会。你是对德莱纳的赛车实力没有自信吗？倒也不是，虽然他的赛车水平比起我确实差上一些，但也算得上出色，胜过高文还是绰绰有余。德莱纳居然输了比赛，德莱纳居然输了，哼，真是个在关键时刻掉链子的家伙。有请下一场的选手登场准备，比赛将于十分钟后开启。抱歉，行政官大人，我需要去准备比赛了，失陪一步。是希泽尔的通讯。第一场比赛的结果你应该知道了吧？我听到了播报，德莱纳的名单预测错误，他自己也输掉了比赛。那你有什么发现吗？我现在掌握的信息太少，就算明知道希泽尔在说鬼话，也找不到其中的疑点。还是要尽量多掌握一些信息，才能摆脱被希泽尔控制的处境。暂时没有。我需要强调一点，我们只有今天这一天的机会来找出内鬼。如果明天早上九点第三场比赛开始之前，我们抓不到那个人，
所有的计划都会功亏一篑，我会失去车厂，而你也无法再查到查理的任何线索。我知道了，去看看德莱娜的情况吧，她现在应该在比赛区附近。对于第一场比赛的结果很意外吧，希泽尔？让亲王殿下见笑了。你当真以为你那拙劣的赛马战术可以奏效吗？亲王殿下，这里不说话，那些人似乎又有所动作了。哥哥，小橘子从刚才比赛开始就不在观礼台上，你安排了小橘子什么新的任务吗？不必担心，这一切很快就会结束。哥哥，你打算一直这样什么都不告诉我吗？你和维利尔舅舅已经短兵相接，而我这个女王却一无所知地稳坐行宫。库洛迪卡，你不用担心，不管付出什么代价，我都会成为这一场争斗中站到最后的那个人。你知道的，对于我们来说，流火的未来才是一切。德莱娜，让我猜猜看，行政官特意在这里等我，莫不是因为我的对战名单出了错误，又输了比赛，特意来盘问我的？他果然知道希泽尔拜托我帮忙追查内鬼的计划。我的确有一些问题想要问你。第二场比赛即将开始，这次将由列娜选手对战常胜将军兰道。德莱娜的第二场预测对了，是他故意为之还是巧合？行政官大人想问什么我尽量配合。你是不是早就预料到你的对手不会是斯本塔？我只是情报官又不是神官，怎么可能事事有所预料？我为了帮某个人创造落单的机会，故意离开备赛区，等到的人却是行政官的时候，我才……按理来说，你的实力应该比高文强上许多，你又为什么会输掉比赛？比赛刚开始的时候，我的确处于领先位置，但是他却完成了常人几乎无法完成的超短时加速，这样的人绝对不该是亲王手下的一个无名之辈。维利尔亲王的骑士恐怕有比我们预想的都更强大的底牌。你知道人工 QSB 的芯片吗？当然知道，毕竟当年流火境内研究人工 QSB 的芯片的惨案可是人尽皆知。但是很遗憾，据我所知，人工 QSB 的带来的赛车力量更加不稳定，与亲王骑士身上的情况并不相符。德莱娜果然轻易就能猜到我想问什么，难道维利尔骑士身上的异常和伊甸无关？情况又变得混乱起来了。你为什么会怀疑列娜？有很多原因，是我无法透露，但是其中一点，列娜销售负责人的身份是最适合情报传递的身份之一。那你认为列娜会战胜骑士兰道吗？赢也好输也好，他现在都有充足的解释理由，行政官这个问题问得毫无意义。但凭我个人判断，两个兰道加在一起或许才和列娜有一战之力，毕竟列娜从未在公开场合展现过自己的全部实力。
最后一个问题，你是怎么知道你们之间有人怀有异心的？能捕获加密通讯的可不一定只有希泽尔大人。那你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向希泽尔说明？因为对方似乎对我有所防范，我只来得及捕捉到了最后一道通讯，而那时我已经有被怀疑的理由了。可是我这个人呐，一向最讨厌那些没有证据支持捕风捉影的猜忌。既然车神大人怀疑，就让他怀疑好了。哼，让他多想想我也好，我才不想去费心辩解。第二场比赛结果揭晓，蓝道选手获得胜利。行政官还有其他的事吗？暂时没有了。没问题，那就祝行政官能尽快找到自己想要的信息。德莱娜虽然为受到希泽尔的怀疑而愤怒，却仍在竭尽所能地搜寻情报，坚守职责却又暗自赌气，真是个别扭的人。按照他的意思，德莱娜之前在备赛区外应该是在等列娜，因为从德莱娜按时说出计划到比赛开始，备赛区是唯一可以对外沟通的机会。如果他怀疑列娜，这的确是个诱出内鬼的最好的机会。他其他的说辞和理由除了有些不可理解的别扭之外，没有任何漏洞。如果维利尔亲王骑士身上的异常不是伊甸带来的，又会是什么原因呢？真是活跃呀，身怀第五块 Q-Speed 的行政官，既然你又一次出现在了我们眼皮底下，到手的鸭子可没有飞了的道理。特洛伊的 Q-Speed 和这一块意外之喜都会成为我们的囊中之物。这一次就借用一下维利尔那个老家伙的棋子吧，反正拿到 Q-Speed 之后，我们之间的合作也就没什么意义了。宣传采访，抱歉，我现在虽然为无法向车神大人交代而心情不佳，但是还是会努力配合行政官大人的。从各项数据来看，你都拥有超过蓝道的实力，为什么会在比赛中输给对手呢？蓝道的赛车短时间内的加速度性能极强，而且在极高的速度下，它的各类技巧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也没有出现任何的失误。从这些方面来看，他的实力恐怕还要更强于我，我并没有稳赢他的实力。你认为做到这种程度困难吗？说实话，我并不认为普通的赛车手可以轻易达到这种程度，可能是我孤陋寡闻了。你知道人工 QSB 的芯片吗？当然知道，不过这也是宣传采访的内容之一吗？我听到过一些声音，有人认为在比赛中使用人工 QSB 的芯片的能力可以带来更多的荣誉，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人工 QSB 的芯片发动起来十分不稳定，会对健康带来极大的影响。我作为赛车手，坚决反对芯片的滥用。更何况，人工 QSB 的芯片已经被流火禁止在比赛中使用了，这已经说明了它的危害性。在比赛中禁用，如果有这项规定，维利尔应该不会冒险在比赛中使用这种芯片，但这并不能代表他和伊甸合作为的不是这种技术。无论是德莱娜还是列娜，对于比赛中对手的描述听起来都像是发动了某种力量导致的情况。行政官大人，行政官大人，您怎么走神了？啊，抱歉，我刚刚在想宣传报道的编写思路，一时有些走神。列娜的回答没有任何问题。事实上，列娜从在希泽尔书房接到任务直到现在都没有任何破绽，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证据证明她有问题。是列娜真的没有问题，还是她心思缜密到能完全做到滴水不漏？
丽娜，你的电话在响。抱歉，行政官大人，是我忘了开启飞行模式。您也知道，我们销售从业者总是有很多客户要跟进的。我可以先接一下客户的电话吗？当然可以。您好，没错，我是特洛伊车厂的金牌销售列娜，请问您是考虑好想要购入的特洛伊赛车了吗？今天吗？啊，一个小时后。列娜的语气听起来似乎有些惊愕，是有突然想要来看车的客户吗？稍等，我需要确认一下晚些时候的行程，可以吗？当然可以。好的，没问题。还是老地方吗？好，一个小时以内一定赶到。抱歉，行政官大人，之前跟过一段时间的客户突然松口想要看车，我……没关系，刚好采访也结束了，工作要紧，别耽搁了。谢谢行政官大人。列娜是销售出身，一向最会见风使舵，在知晓我是代表女王来进行采访的时候，也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但是这样的一个人，在接到了客户的电话后，因为和女王授意的采访时间冲突而产生了为难，甚至来询问我可不可以去赴约。这说明，这个客户在他眼中和女王有着几乎相近的地位。看来，列娜去见的这个客户有着很大的问题，很有可能列娜才是那个内鬼。但是列娜之前的表现没有任何问题，唯独这个突然响起的电话让她露出了破绽。这个电话似乎也在列娜的预料之外，难道是他们中间出了什么变故？算了，平白猜测没有什么意义，现在先去向西泽尔交差吧。怎么突然会在这种时间联系我？真不像他们的作风啊。不知道行政官大人有没有起疑？总感觉有些蹊跷。果然身为一个优秀的销售，面对各种客人带来的突发情况，还是要提前做些准备才行。西泽尔，你现在明白了吗？我是你的老师，你的思想，你的策略，你所掌握的一切都是我教给你的。你谋划的那些在我看来不过是雕虫小技罢了。唉，我曾以为你是我最得意的学生，如今看来真让人失望。特洛伊车厂看来也不过如此，难当大用。日后车厂的龙晶供给看来还要慎重考虑才行。维利尔殿下，胜负还未定，你现在说这些还为时尚早。女王陛下，你的身体还未见好，还是不要过多和他待在一起，尽快回到行宫比较好。您要记住，这个人只会带来不幸。维利尔舅舅，王兄并不……维利尔殿下，女王陛下终日在行宫，却还疾病缠身，这着实让人担心呢。还请务必照顾好女王陛下。王兄……那是自然，这些事不用你过多担心。你来了，有什么发现吗？列娜在这个时候隐瞒信息去见的人，很有可能就是维利尔亲王。维利尔亲王在这个时候冒险找他，一定是有重要的信息要传递，很有可能涉及到维利尔的相关计划，或许还能确认到伊甸的相关信息。如果告诉西泽尔，西泽尔未必会将他了解到的信息如实告诉我。想知道这些信息，还是要我亲自去看一看。
反正西泽尔需要的也只是一个内鬼的结果。如果接头的信息对我没有价值，我再告知西泽尔，也可以避免西泽尔后面利用这些信息再次对我进行诱导。这两个人无论是关于比赛的反应，还是关于细节的描述，都没有任何问题。西泽尔，你关于内鬼的情报会不会有什么错误的地方？哼，这就是你给我的答案？很抱歉，但是我已经尽力了，我不能凭空怀疑任何一个人。但是或许还有一种可能，德莱娜已经察觉了我的身份，所以隐瞒了事实。毕竟他是你的情报官，而且在问询中他似乎试图对我进行一些暗示。对于德莱娜来讲不无可能。如果德莱娜已经对我有所怀疑，关于他的调查恐怕我也不能继续进行下去。希泽尔，你恐怕要另想办法了。这件事我会处理，为了防止维利尔晚上会有什么行动，你等我消息，不要乱跑。希泽尔的注意力现在应该已经转移到了德莱娜身上，列娜已经离开了一会儿，现在这个距离跟上去他应该不会发现了。我也去见见他那位大客户的真面目吧。他已经跟上去了，是列娜离开的方向。这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把戏也是时候该开场了。那就劳烦你跟着去看看，他们会把这只蝉绑到哪？违背四主命令善意妄为的恶狼，是时候露出他们的尾巴了。库洛迪卡，哥哥，这个送给你。西泽尔，西泽尔，你在听吗？你保护好他们两个。什么？你保护好他们。月，我命令你，保护好他们。你，所有后果我会一力承担。